降临主尊为莲华生大士。85万寄过去，他才可以，不然的话他们拔他的管，所以说他可不可以救那他的什么没有救。是他的朋友嘛？对，莲花一眼的朋友。朋友的朋友。对。哇，隔好远。就是他是过海关带了大概200万的金的黄金，但是他没有报，报海关，所以没有报海关就可以没收。然后他的朋友，加州的朋友就要寄10多万过去，他可以保他出来、嗯。他出来的时候要上飞机之前，他就昏倒了。所以从一号到现在还没醒过来。3天。3天。今天4号嘛。对呀，看一下很奇怪。
怪。咦，还没摸。他身上毛病。请师尊为网络上弟子摩顶加持，并且祈求直播保持顺畅，谢谢。不要开刀。药剂师嘛，很精进啊，他有念百字明咒耶，一个字一个字在念耶，很了不起哦，真的。功能还在家里，他活期会再插过来。